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个性，而空间当然也要搭配自己风格来做装潢。最轻松简单的方式就莫过于客制化的系统家具咯，可以随着室内大小做变化调整，充分的利用机灵的空间，也成为了家庭的最佳选择。而盛东木业早从25年前便将系统家具的概念带进台湾，并在求新求变的时代中引领家具设计的新风潮。那当初我是先接触，不是这个系统橱柜，系统橱柜只有25年的历史而已。那前5年我是在做实木门，还有那个日本式的门，我们叫秀里。那后来在25年前的时候，我就是首先从德国欧化的这一个所谓的板材，就开始了有欧化橱柜、欧化厨具的产生。所谓的系统家具，主要是因应现代人对于量身定做的主张，同时符合新颖、快速、实用、物超所值及美观五大诉求，借由融合传统木工装潢技术，规划出贴近家庭成员喜好、充分利用空间大小和足够收纳功能等各种需求，成就属于每个人独一无二的家。样式美观简洁，并诉求变化性和延展性，打破传统装潢耗时费力又不易变更的缺点，再加上个性化色彩搭配、人性化的舒适设计及方便组装拆卸等优点，相较于传统木作，更符合现代人对装潢设计的创意与要求。从五金配件到木材原料均可随意搭配，有效增加美感、自由性及功能性，同时省下大笔的施工成本。系统橱柜它本身它的优点非常多哦，它可以防酸、防碱、防冲撞哦，各方面防潮，还有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说，我们只要你要搬家的时候，就是说我把那个五金部分拔下来，到了你的新房子我又用上去，只要你好好保护，50-60年都没有问题。盛东木业除了致力于提供臻于完美的产品外，更是有所坚持的安心企业。尤其现在环保意识抬头，坚持使用绿色无毒的环保素材来制作所有产品，比照欧洲对于材料合板的安全标准，严格规范其中对人体有害的甲醛含量及其他有害物质，为消费者打造真正的绿色健康生活。我们公司到目前为止快30年了，其实是蛮漫长的哦，那我们公司可以一直以来都能够做得很好，其实很简单，就是注重品质、注重服务，还有对员工所有的生计以及他的周遭家庭各方面，我们都要照顾得很好。在工厂方面，我们给他的是全世界最优质的机器，还有最好的环境。除了德国的机械以外，我们在工厂里面的很多的设施都是替我们的员工设想到最周到。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？因为你要做出一流的东西，你就要给他一流的环境。盛东木业提供员工最好的工作环境，以提升员工对公司的认同感与向心力。明亮舒适的作业环境和完善的员工福利，使每个员工都能认真专注地进行作业，进而用设身处地的态度做出品质细腻的系统家具。盛东木业从人力管理到工厂管理一样用心，早在1987年便率先使用欧洲进口最高等级的E0板材，辅以多年的技术经验与专业知识，加上德国引进的先进机械设备，以求提升效能与产值。在自动化机器精准裁切下，每块板材开始有了幸福的模样。裁切后再接着完成精密的封边动作，使得板材与边条之间更加平整密合，更凸显产品的高质感。以自动化 CNC 钻孔机进行特殊造型打型及钻孔，依照需求制作出专属于每个家庭品味的产品。从原料选用到生产流程都建立严谨的品质制度，丝毫不马虎。拥有最高级的材料与最细腻的做工，也因为这样的专业与坚持，才能称得上是一流的产品。
从英国读完国际管理硕士回来之后呢，接触实务经验，了解到呢，品质管理呢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因素。那从我们整个工作的流程呢，从订单的确立，然后到采板、封边，然后钻孔，然后还有整修包装到运送呢，整个过程中呢，我们都会建立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， 就是 SOP， 以确保呢我们提供良好的产品给我们的客户。那从最前端的原料方面呢，我们用最高等级的原料。那机械的部分呢，使用全世界最优良的德国机械来制作我们的产品。那提供优良产品呢，就是希望客户呢能够感受到物超所值的感觉，进而成为我们公司最佳的宣传人。从1985年以来，盛东就致力让产品跳脱传统的框架，以各种独特的风格和各样时尚的材质，独一无二的超凡品味引领风潮，将系统家具提升到更高质感的层次，并且提供多样化的产品类别与配件，让消费者有更多元的选择。无论是新居布置、重新装潢或是收纳难题，在这里您绝对能找到最理想的家具产品。我们是最注重品质的，这些大厂几乎就是全省前面几名，大概都是我们跟他 OEM 的对象。那我们的产品有哪些呢？非常的广泛，厨具方面几乎我们都有做，连桶身、连门片我们通通做了，像钢烤、还有水晶门、结晶钢烤，还有各式各样的门我们都有做。那日本方面也看到了这个我们的用心，而后呢，他们就用了3年的时间来考察我们的公司。那他们就派了100多人来我们这边参访，前前后后就花了我们3年，啊，他认可了我们，所以说我们在这方面我们是非常的用心的，哦，公司能够今天有这样的飞黄腾达，其实所有员工、所有的人，我都要感谢。打开台湾对系统家具的市场，盛东木业始终贯彻质朴诚实的原则，而生产出来的好品质深获国际上的好评，有厂商更是耗时3年来台观摩考察，最终给予肯定并决定共同合作。盛东更希望让家具也能变成生活中的精品，并让世界看见台湾的产业实力，期盼能以长达30年的努力与经验替您布置专属的幸福空间。